看到我脚痒痒了，踢球去啊！你也会踢球的？你在跟我开玩笑吗？我们村有村超，村的超级联赛，久仰久仰。我们村超在海外都有直播，光配行，冠军捧怎么背啊？冠军一头牛，亚军三头猪，季军三头羊。比赛结束，马上补补。他们足球氛围是真好，那学校的球场不用争吵，那老贵了。哇，真的？我学校也是用争吵啊。我们那边很多学校不用假草，你们学校不错啊，还舍得花钱打理。不舍得，所以我们经常草比人高了。那春天足球场还有蘑菇呢。哎，我更不错了，还有农作物。哎，别说了，什么时候去踢球？看完这场先啦。紧张来了啊！哎呀，不是，我这一句没听懂，我看个灯儿有没有关系？这解说的内容就是你看的画面啫，而且粤语解说过瘾点呢，什么都能解说的哦。真的假的？哎呀，新车啊，你们管这叫富豪吧？对啊，就用广东话给你看看我带球说车。我睇翻呢位出身北欧豪门嘅 S60 插电式运动选手啊，呢个家族出晒名，够硬净啊！盛产公路坦克是吧？很懂啊，我听闻佢今个赛季配备咗第三代插运技术，爆发力超强啊，百公里加速净系用咗4.7秒啫，而且家族嘅耐力技术支持咧，长续航1000公里，跑咗咁耐真系大气都唔见佢唞啖啊！而且最紧要系脚法精准灵活，推左走右慢咗都过埋，哇，真系好劲嘅操控啊！前面拐弯啦，注意啊！放心，佢下盘。稳健，你睇下佢一个圆圆弯刀，靓啊！你仲话你唔识武功？嚟啦嚟啦，嗱，而家已经嚟到禁区，长驱直入啦，一刀入咗，怎么样？不错吧？确实厉害。哎，兄弟来踢球啊？对啊，你也来踢球，你也会踢啊？那肯定啊，我从小就踢，在家里踢。这就是传说中八一老爷的家吗？